This is the Red Channel. 政府廢柴，政府幫唔到我哋，所以我哋要俾壓力政府去解決呢個問題。 正視我哋而家水面對緊嘅水貨客肆虐嘅問題，而家大家喺嘅呢個位置，其實左右附近，大家其實係都會見到一啲所謂嘅批發店，而呢啲批發店其實係變相嘅水貨走私集團嘅地方店鋪，啲水貨客會去呢啲地方買嘢。 而呢啲地店鋪係好奇怪地，佢哋係會教嗰啲人將啲貨拎返大陸去某啲地方交收完之後係有錢去收嘅。咁究竟呢班係唔係旅客呢？呢班係咪呢幾日旅發局也好，以至零售業界嘅人士出嚟講嘅遊客呢？ 我哋今日出嚟呢一度，有啲人話：，你鹹㗎，使鹹魚多啊你！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好，肯志啊，下次都係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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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兩次。三個細佬。咁緊要啊！
林。第一區先。落下落去一間好普通飯。自己社區自己個。自己社區自己個。Bye-bye.